伙伴们，到了温州，晚上怎么能不吃烧烤呢？今天丽晶要约你去一个温州年轻人的聚集地拔草，名字叫做都来。顺便透露一下，丽晶今天可真是豁出去了，各位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都来和丽晶一起吃饭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亲，我气死了！刚才去那个店啊，去吃饭了，然后呢，拍片，我们摄像小哥说，这两个服务员太漂亮了，哎呦，太水灵了，金姐皮肤比你好多了。行不行？你妹呀、啊，你会不会说话？年纪大了就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没有自信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我。算了，真的是难为情啊，没办法，年纪大了真的是比不过小妹妹。不过没关系，咱姐妹儿有的是事业，有的是 money， 所以呢，郁闷的时候到这种地方来是最好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那边，来看一下这边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卡拉 OK 厅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但是你往下一看的话，嘿嘿，这么多的菜怎么样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每次呢就是。一郁闷的时候，就一个人要来吃烧烤。烧烤吃起来最够威够力。我这人最喜欢吃红烧鸡翅膀，我喜欢吃。这是蜜汁鸡翅，这边点的女生也很多。我尝尝啊。怎么样？嗯，你看这光油亮亮的，但是味道还是很好，有点甜滋滋，烧烤味也很浓。这种蜜汁鸡翅，我觉得女生都很喜欢。然后它这边还有这种一串一串的。就是我们肉头来说一定很喜欢肉筋，这肉筋呢它就是肉里面有筋嘛，应该是，嗯，炸得很酥香，有嚼劲，这肉筋之前吃的不多，这么有嚼头，嗯，而且不是很油。还有这个我喜欢吃这种菇类，它这个菇类用的不是那种干的那种香菇泡水，它就用的是鲜的香菇，所以你看我咬起来就滑滑嫩嫩的，哇、哦，这个跟我的肌肤一样，丝绸般，这个不好吃，而且它这个味道也是微辣，味道都进去了。还有这个，平常吃鸡爪子，我吃那种椒盐啊、泡椒啊什么比较多，但是烧烤里面的这种鸡爪子我还真的没吃过，哎，我尝一下啊，哇，怎么那么酥烂啊？慢说，鸡爪子就是，反正它这个一咬就掉了，很酥烂。这个咬起来超级不费力，他们家的这个辣跟好像我们平常吃到的辣不一样。老板，这个辣为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外地来的，就是专门淘的，怪不得呢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我很喜欢这个。我刚才开始问我说这个是不是面包做的 ？No， 这就是馒头做的，它看上去很像面包。它外面的这个酥加上它的那个粉啊，馒头就是从来不像我们吃过的馒头。那我尝尝味道啊，听到没有？牙齿咯嘣咯嘣的响了，因为它大的很脆脆，但里面的是有点甜甜、软软的。哇，嗯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我喜欢。超喜欢这个，我要吃。这个呢是他们叫都来宝，不是鼠来宝。不过有些人说，哎，可是我吃不饱啊，没关系，吃不饱还有这个大的，里面有好多东西，其实蛮像我们那边的发财宝啦，豆腐干啦、虾啊、蟹啊、土豆啊、小番茄啊，人很多的话吃这个的话绝对吃得饱。哇，嗯，这豆腐可以。我要吃。我喜欢这个软软的。嗯。哦，突然觉得很酣畅淋漓，就是我很想眯一口小酒。没关系，老板娘她这里呢说他们家的这个酒也是特制的两元大补酒，里面呢有什么玛卡啊、当归啊。来，今天咱们两个走一个，来干杯 ，Cheers！ 哟，哇，啊，交杯酒，呀，自己装，交杯酒。哇，哎呦，还有蜜枣味啊，怪不得这个颜色就很像 orange juice， 颜色就很漂亮，哇，超级过瘾。哦，还有一个这个呢也是他们店里是非常受欢迎，无论是男女都爱的猪蹄儿。但这个猪蹄儿呢是放在这种铁板上面的啊，炸的就是滋滋冒油的那种感觉，它是先卤过，把那个油腻的先卤掉，所以吃起来就不腻，糯糯的感觉，香味也都卤进去啊。
来，再来一个。感情深，一口闷，感情甜，甜一甜。我跟你感情还是有点甜，不好意思，我酒量太烂了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生蚝、扇贝、葱口。我知道你喜欢海鲜的，所以我这些全部都可以给你。来，啊呜啊呜啊呜！睁大眼睛 ，Showtime！ 十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疯，还有一个贱人们，贱人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刚才这首歌唱得不过瘾了，我应该要再唱一个更嗨一点的歌。反正这边什么歌都有，赶紧来一首。死了都要爱，死了都要爱，苦淋漓尽致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胸口我路都要爱，不嫉妒浪漫不痛快，烧毁血脉三里静请你吃了蜜汁鸡翅、肉筋、秘制香菇、特色鸡爪、炸馍馍、都来宝、铁板蹄花、养颜大补酒，还有各种贝类烧烤。明天李静要带你去吃杭城口味数一数二的重庆小面，这儿的口味可是清清爽爽，但又不失重庆风味。记得约定的时间和李静一起吃饭吧。